好，欢迎回来我们八友趴游戏观众挑战赛哦。我们叶子冬装都上了哦，那个突然冷起来。对啊，突然变好冷哦。好，那个准备好你们的快打了没有啊？我们哦，真的是有人动作很快，已经进来。好，这边要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，就是呢，所有人都选问号，然后只要一个灯都没掉，打到一场赢的话，就是可以获得哈鲁现在人去买宵夜。哦、就可以高级宵夜，对，没错，高级宵夜，鸭肉饭，鸭肉饭是不是？吃不到，赶快赖他。然后如果你等一下选问号，一个灯都没有掉，你就可以吃。你永这个我没有工伤啊，是真的很好吃。永和真的永和吃那个鸭肉饭真的很好吃。好，夜市夜市啊，对，台哥带我去吃，很好。那大门大门鸭肉有真的真的很好吃。大门拿下摇杆，对对对对，就让大门先，让大门先，我先啊，对对对，让大门。那我们节目的就是惯例就是选问号这样子。没关系，刚才靠就算选到大门，他们有选，他靠腰了。好，就是打一场就好了。嗯，不掉灯的话有烤肉。对，烤肉哦。烤肉，真的不用花什么钱，厉害。没有，这本来想玩，就后来好像要花钱，不用，不是，你慢慢玩就好了。慢慢玩，达到一个程度，你就可以靠近。它会有很便宜的 pack 让你快速攀爬。那会不会有点像炉石那种牌那种感觉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它的技术层面还可以，比快打高很多。不是啊，炉石啊！东哥，如果现在牌全部都满等的话，我看他大概打到五千分了。哦，对，哦，满等的话当然有本事，满等的话，哇，春丽，我倒是还没看过大牌打春丽。有啊，上四川玩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嗯。然后春丽改版还是就变烂。听说削弱蛮多，我觉得烂一点啊。光那个白，除非看那个气功因子到底有多大。如果呢，我就是觉得气功是关键，那个低空百裂负二百就应该了。还有还是可以立回啊，就是看他气功因子该多该多惨。也是啦。Round one， 很大，他就死定了。我发现我们观众慢慢的都已经爬到一个水平去了。有、哎，哇、哦，对啊。腰功百裂，哇，这个解决了，来下身脚丫持续，一次的连段抬头，哎呦不错啊，他掉连板了，结果他没有连板，上上去了，摇摆之中，哇，大门秀一波啦，没有了。哎，他飙没有办法把气功打掉，他那不算飞刀。惨的，一直飙进来，哦，提供百裂又失误。我就是觉得他的那个飞镖，不要飞到就是超排名来的。从以前世代就这样子了。我觉得超排名来的，他还是有强的地方，所以就判定就没有把他算在飞镖。我说他飞镖的这个东西，当然快嘛，他可以拿来做，像世代可以拿来折嘛，五代就拿来牵制，很快。然后有限制，是软的，软。哦，前摔，直接歇模型吗？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那个无敌直接还不错。哇！躲标。哦，中拳对攻，所以大门已经有宵夜了。这么快？也太快啊！刚刚那前动脚还是就闪那个提供我怎么配你啊？没血还敢那里？我跟你说，他再闪一次我就划他。对对对，打就算了。你的大门刚刚就是在。秀春丽这一个角色，只要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对，性能很好，真的是性能很好。像我国外就是最认重就是看重就是沙口，因为有时候他在网络上会开放，所以你那个时候当初比赛，你就会觉得沙口应该都可以打起来。不是，因为我有时候私底下跟他打的时候，真的很难。我在网络上曾经跟他最好就是原本是强五嘛，然后一开始是我踢掉，圈圈。四比一，结果他就是后来是整个逆转变成五比四。哦，对对，就是他体力真的很好，然后又他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已经到尾灯了，然后就慌干不慌。张家来，张家航嘞，骑车吧，还在路上啊，骑车。他上一个工伤还没结束。好，来，这个是 TC 七六九，也是会来八楼玩的玩家。真的对啊，最近有来，因为我很久没去八楼。你很久来啊，都上木药啊。哎、欸，会会会会
有这么大声，该不会张家航出现吧？隆重的登场，卡住啊！隆重登场，卡在电梯里面。我觉得是威力，他不会这么早来、啊。有时候很早来、啊。我靠、哦，表情错了啊！哇，不要说是将军啊，说将军就将军。艾利克斯啊！哦。你就走起就赢啦、啊！走起怎么用？控制器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！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。按哪一个？等你，再给一个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这个还没更新。为了宵夜拼一下。滑冰你应该是抓的，给我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抓你会吗？翻转脚，翻转脚。不是拳啊，我不知道。但他不是用手摔吗？为什么要用脚？哦，好吧。好，我想起来是最厉害的。这人什么？啊！不要这样对我。哇，这个人会玩。呀。会攻打一个。哦，中拳中的。我觉得打肯定不要想对冲。哦呦。很优惠呢。他只能抓这抓了几次吧。他想等凹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哦，一定要这样恶魔拍！哇！啊！全部都要不掉的！啊！立的还是蹲的？啊，立的，站的站。站定脚。我有，正着中手，正着中手。站下来，站下来。哇！啊，没有派身。来按一下。哇！哇！哦，拼个拼个拼个！哇！对方终于凹了，终于凹了。想说他怎么都没凹。嗯。我看是去了，我看是稳了。宵夜走远，宵夜走远啦，恰恰。一，旋风脚下来，哎呦喂呀、啊！其实劳拉的后跳中手还不错，可是对中手战中手，对。哦呦，如果要把旋风脚打掉，可能要前跳。你 still 没反应哦，不能用蹲的，站前脚，要站前。好、哦，不错不错，这样已经不错了。哇啊，垂直跳等到了，好短。哦，好痛哦！哇，怎么不解呢？连清雪都不知道，不会玩的。好，换阿 B。啊什么？你要换啊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就算选到本命角，我也不会赢，太差。不要那么没志气好不好？来来去，我下去给你吃，我不吃下去。不要说，我同事那边还有，还有，我吃太饱，我现在没得吃。真的是如意算盘都打好了呢。我是真的不会，我那次我真的完全不会。嗯，我相信好鬼出的时候再。四位玩家应该都会去玩一下。不会。嗯，我当天应该如果开的话，应该就直接摸一下拦截这样。不会。去测试一些东西。太丑的角色不玩。不是，我看已经就是。月雪很丑啊，月雪没有帅。不知道看那个是不是正式版，可是已经有就是有。月雪跟 Birdy 谁比较帅？有啊，风格不一样。风格不一样。好鬼那个是。这个应该还会再改。见仁见智。你先不帮 Birdy， 不帮 Birdy 讲话。Birdy。不是不是 ，Birdy 很有特色 ，Zero 的时候比较帅 ，Zero 很帅，帅翻了 ，Zero 很帅。但是有我后来有再去看一下 Zero 的时候，拜托啊，那比岛上还壮好不好？他简直就是一个高大版的立伟啊！可以这样说吗？他为什么又捞了？你也是哈罗账号啊？你也不会，我真的是哈罗账号，我真的不会，完全不会玩。哇，这个哈罗人不在，角色在。中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中二就是。干嘛讲？哎、欸，怎么讲啊？他那是日语的东西，对啊，日本的东西。因为日本的那个叛逆角，没事。中二就是国中二年级的学生会做的事情。那个是他们的叛逆期啊，所以他们就中二生，中二就是指那种对白。你去看夜实况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中二。那我算不算中二？你是啊，他算屁孩，不算中二。中二应该跟屁孩一样吗？接近，接近。有两种层面上的意思。对，中二其实有两种。那好吧，那我观众说那普通的，因为玩的差不多是这样。我来看看阿 B 的捞啊，哦，没狗，应该是轻的。
头皮压死。你会玩？对，我不会玩，我真的没玩过啊。你还会连断句算会玩的，不连断句就有分的。我为了宵夜，阿兵打的超级一定要！终于被抓到了。还是觉得老神在在。来摔！哇，这不能点，这不能动。正义的这个，前面就要前面很正，来后面很正。不是零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有啦，我你说拉拉吗？后摔前摔是正的。前摔。然后我觉得他前摔后摔都，他这两个都可以，啊，都可以做后摔。下面。哦，这边。哇。我这边那个前摔摔到我这个。我听说好像现在版本摔改，一直都要改正。就会让你不能做 set 啊！没有，他的摔完的时候一直都没摔。我看阿斌好认真哦。为了宵夜拼啊，肚子饿啊！不能接，超恐怖！哇！哎呦！这只要再按一下就。角度还是有点大。哎呦喂！该跳了吧？关老张跳不跳？大直狂跳！哎、欸！哦！好、哦啊，阿 B 有宵夜啦，恭喜！来又不会玩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同牌一下的，同牌一下。啊，沙克也想要吃宵夜啊！我只是不想太丢脸而已。嗯，我呀，在这里丢脸的事情我都做过了。好湿啊，阿 B！ 你刚刚很兴奋吗？虚什么虚啦？沙克，你要坐过来一点，还是我赢？没有，我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哎，真的来一个空，我已经是一个无所谓同一个人吗？哦，不是吧？哦，有企鹅吧 ？Penguin 吧？啊，企鹅是不是？明明就是，这明明就是 A 他的分身，拜托，企鹅好位置 ，A 他分身啊！历史定的，他超强。企鹅会那个下中角确认在 CA 啊。那很快耶、欸，然后还会看到你出下青脚用升龙雀反你。现在是在讲什么？电脑人是不是？企鹅都不打瑞克。我觉得你会选到尤里安。你觉得我会选到尤里安？对，因为我已经对你下降头了。我把那名利灌入你身上。等到我把摇杆砸到你身上。我觉得你会选到尤里安。哇！现在请乐天来看我。太惨了！你自己玩就好了。哇！六六六六六，聊天是摔破六，烂的脚。哎不上不下北美第五，你在想什么？他是说角色，我们是说角色啊。不上不下北美第五，至少是最强的尤里安男人。哎。我跟你讲啦，尤里安有没有？不就是后面发个气球？哎呦，可以可以，有没有下下来？没有，我两颗，再射一颗，射高的。哎，我射高的。跳哥，我不知道接什么。不错不错，我有连段的，有连段的好。啊，对对对，下中。对对对对。再一次，快点。啊，上课天分还不错哎。Oh shit！ 就跟你说，他会确认你出东西在身上。迷满了，赶快。哦，干，对对对，镜子，好，不要再凹啦，送去。镜子，快去，哎，对，镜子留着，有机会。活着，有镜子，有机会。哎，压几次？啊！镜子，那个阴谋还没形成。不是，我刚刚本来要取消，结果没取消到。先用总攻击取消。哦，太凶了！等一下，沙克加油啊！脚要让我休息一下。等一下，你没音乐直销、哦啊，你一直丢上气口。下下他、啊。好，他又升了。太凹了啦！哎呦，我有后摔。哎，我不知道干嘛。EK， 你那个画画拳啊！哎哎，镜子满，镜子满，七点满了，三满全满了。好，镜子啊！哇，你怎么丢短的？没有关系，不重要啊。再丢，再丢，脚我赶紧丢上面，丢上面了。丢上面，哎，怎么丢？不是跳下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丢啊？丢上面不是摇杆搬上啊？哎呀，不是转两下吗？哦。怎么那么开心啊？还有，前面资源是满的。
最后是、啊、他是满的、啊，对，没关系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来，让我休息一下。你还没打下去，你真的很爱射上面的，你是？我一定要他打，他不是小宝，你一直射上面的干嘛？还不跳？我换边会呢。锵锵锵锵锵锵，我不知道干嘛，你不要跟我讲锵锵锵。锵锵。哎，他怎么没有升龙？升龙不知道干嘛，不知道干嘛。啊，我想起我要干嘛了？吃重拳。这是中段大哥。重脚。你怎么没有凹呢？有两个很痛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撞了！完了！还要去一下，镜子满，镜子满。哦，镜子满，好。镜子遥感回正，遥感回正常丢远的。哇，好。哇，遥感回正常丢远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你等一下，给我一点安全距离。哇！我也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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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会，机会，镜子，镜子，镜子。啊！我们进来，进。你要再上诉一次，废物！你要再上诉一次，分裂去，分裂去！你要有理啊，我用拉罗拉。我觉得我不敢看啊，这里就可以，这里就可以，这里就先上诉可以啊。好，有那个大门还有一点再轮一场，来来来，对对，没有人说再轮一轮，再轮一轮都先打，没差不用，没差没差没差。先选两个女生，其他等下要没赢的才能给他们。好，赢的可以先选啦，已经有两个赢的出来了。对啊，大门还一个钻石，对啊，大门跟那个阿 B 都没有掉。拿一串啊！一人拿一串。你死定了！你喜欢放这号，就让比较上手一点，就办法。还好，我常常跟克里斯打。哦，那没有啊。哦，克里斯啊、喔。对啊，克里斯。当然是克里斯、喔。那阿 B 可以先拿一串。哦，谢谢。嘿。来一个。哇，牛肉啊，牛肉真会跳。哦，是热的哦。哦，热的。你干嘛？干嘛？好香啊！你要吸气，它那个味道真的不错。肉很嫩，肉很嫩。我刚刚虽然有掉，但是还是看看你用尤里安打的本事，一块，一块。啊！分享。最会做事，好多汁。走啊，许兆龙。哦，你知道是哪里买的吗？我爱听三十号，我爱听三十号，有卖到几点啊？应该关很快。哎，对，你们讲营业时间到几点？我还不知道。应该十点十一点吧？六七点七点八点，很快就关了。我们那天我大便也就走了，因为我昨天到点，我赶着要录。好，大米到了哦。好，克里斯算台湾也算是很厉害的玩家了。他都在打线上 OK， 偶尔会出现在南部的地方。哎，放这个枪，把你捧起来了呢。哦，可是基本功还不错。好，不过被跳入了，我这很痛哦，六下的连段。哇，其实到了那个角度，你刚刚怎么没用心眼对空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会赢我。啊，对。倩女，倩女比较喜欢倩女。是哦。Round two， fight。这是年轻。耶稣，小白。我痛。哇，你好大。我这边会伤一点的。不是啊，当完兵的吧？原来看起来很年纪小。皮克又给克里斯。来，上次参加就是第二波，对，十三。有一个人叫 ET。十三、十四没有，我现在十四其实现在。也不知道到底谁最强。我说国外加国外的，不是台湾的。不知道，你之前跟我讲孙家珍，看他比赛的时候，我妈有说我离开。安慰的啊，不是有安慰啦。中国不是有还是大脚的机会吗？一样啊，小孩一定是小孩，小孩一定最厉害。我都想到国外啊，像北美那边。有 romance 啦。可是我总觉得欧美国家
不太。你知道最近有一年 EVO 的 KOF 是美国人拿的吗？冠军。哦 ，Reno 的。对啊 ，Reno。那一年就是倒打嘛。哦，不错哦，十三代他们可以。十三代被冠军有一年被一个美国拿走。我一直觉得 KOF 很亚洲哎、欸。挑一串。其实我觉得没有，到后面几代，其实北美、巴西那边，其实南美都起来，很多玩家都起来。因为十三代在我的认知是有，真的三个日子都是世界的冠军，不是一批小孩就是 Corrido， 一批小孩 Corrido， 怎么看到这三个烦不烦？因为比较能出国的也就只有那三个。不是，那打国外比赛，你看到前三名就那三个人，是没错，看到都很烦的。你应该直接说那个角色就是我看到的。可是贤，那么这也是贤，现在应该还好，都不太打 KO。你说谁？贤啊，贤。前有一阵子有玩 KOF 十三，可是后来好像没看。没有，最近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？不知道谁，他谁？高高的，那个用将军那个。啊，是吗？我是谈，不是那个吗？去鬼、啊？我不知道。不是，去鬼是另外一个账号。哦，是、啊。去鬼是 Go Ghost， 那刚刚是 Go Ghost。我希望你烂一点，我就去问话给打死你，我要吃东西，快点。对啊，最好是给你选到 Kimi 或内雪啊。嗯。米卡也没关系啊，龙没关系，至少基本都可以用的。他用那拉不拉完？我跟你还是说帮啊，我觉得你给我老伤了，好不好？冥王说，冥王说什么？冥王说什么？其他还得，这个会，这个可以，龙有的基本功还是打基本功，龙不太会。基本功就是下中脚破洞，然后等他跳升龙吗？是不行啊，我白痴，我用挡住负十啊，负多少会被缺。那我记得他有一个很厉害的，我实际上可不可以这样用？因为我看有一个戏子玩家都这样子玩，哈哈哈哈哈。他在流浪，对，他在流浪。我记得他一天做这样子。哇！学的有八太慢了吧？太慢了，又太慢又太慢。不是，不是，轻的，轻的吗？轻的。打不到、啊，太慢了啦！不是，我就是用太慢。他是用第二下判定去打，不是第一下。你太说话。打好，打慢。越想跑。炸了，不要炸了！我跟你讲，神龙好敲死他。完了，小叶在帮你啊！哎、要赢才有嘛，对。哎，我想起来，马腿不溜天，那可以接吗？可以接成龙。好，马腿不溜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再一次。好，马腿不溜天，哈、啊，走开啊，不会我。没了。你不知道我刚想啊，我刚刚有点懵啊。完了。接手的武器都没了。快争取一下生存空间，拉开距离。时间不够了，时间要到了。哇！激动到！气缸，气缸，夸气缸。我觉得激动到最后还是会输，快点稳扎稳打。气功，丢气功。他想滑嘞，我知道。小野，你也去啊！妈的，兄弟，不会用这个哇，这样很厉害。哇 ，HK 就赢了 ，HK 就赢了，抽奖奖，哎、欸，抽到了！哇，厉害！高空百裂来一个，都跑不掉、啊。哦，这些东西用的很帅啊！跑不掉了。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抽到了，抽到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我跳不赢啊！为什么要接轻脚、欸？好棒啊！那接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抛什么好哎、欸。你就先压着重脚吓吓他嘛。一个直旋风，一个旋风脚进去上就好了。对啊，对，一个旋风脚，一个旋风脚。不然起身来个神龙。再压一个，再次。耶！一个旋风脚不就乱踢吗？不是踢走吗？空中啊。Final round. Fight. 来，好输的好。怎么加？升龙啊！上升龙，大神，大神，大神，应该是大神。哇！看脚像会。这 trap 好有压力哟、哦。哦，好会，第一次就会。这样子也可以确认打法。
很想赢，很想赢，到了到了，真走路。哦，不错，这样子。啊！哇哇哇！哇，这很痛苦。哇！哇！太吓人了，太聪明了呀！还是要这个，没有没有，不会玩的。来换阿迪，不错了，有没有获得第二串呢？会不会选到尤里啊？当然不会，很难呐，当然不会啊。尤里是为你为你而为你而出，为你为你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你下雨。好，看看阿 V 选到什么角色哈。那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下礼拜五的 BioPal 系会进行一个最新改版的长测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看看好鬼王有没有空吧。对啊，找他来测好鬼王。小鬼王这角色这么帅，所以被改烂啊。之后长得帅要被改烂，对啊，有毛病啊。那阿 B 会想要什么？下一道是谁可以吃一串吗？啊？下一道问号是谁可以吃一串吗？下一道问号谁？只有阿 B 可以吃。下一道问号出现。还不到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挖财挖财，我觉得应该是老三吧。好，挖财 Julie， 老三 Mika， 我猜 Nikali。卡琳 ，Julie， 、哦、我觉得是方啊，方啊，我觉得是方啊。想问什么卢比可以？还没发现，哇，这个是一部剧，太烂了！你可以试一试，真的是一部剧，改 Julie， 啊，那没办法了。我改 Julie， 你刚刚一开始就对了，没错，你输了，他一部剧超烂的，完全不会玩什么东西。完全不会用，一部剧没练，完全不会，不知道怎么玩，就是那个他连飞镖怎么抽，那个香港升楼。还是什么？还是反转？不会啊，现场在抽就好。对啊。啊，这是怎么玩？我跟你讲，开场那先按个战中奖，六啊六 HK。飞镖先先出去先，真的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就丢死他，丢死他！啊，没有，丢完了。拿出来啊！我把放下。对，他会一直在抄上那个。麻原彰晃，没有，周星驰里面那个演那个男生扮的扮女角的那个男的，葫芦花，对，要是两个不够不够，还好吧，他是古井没那么高，靠近过来，你叫他三厘米远一点，哦，会耶，喷火喷火，他这一攻还蛮不错，我们拿飞镖进来，那你冲冲，拿下飞镖啊，这也是老观众。嗯，欧盟也是，对啊，哪一个？好像是升龙。哎，我帮你查一下指令，快，等我一下。不是，他是瞬移的时候重手会变慢一点。阿B，我觉得你会，我才能帮你查指令。啊，干不会啊，直接丢了啦。你就换中手。啊，是啊，直接丢。下下他下下。踢过去。不要撞。对啊。哎，跟我讲一下那个阿B，讲一下那个怎么抽啊？哦，这样也打到汉哲了吧？超快。这怎么打到了？可以告诉我。下到很快。难嘛，那个很强哎。可是你这一版超慢。黑板机有这样子干嘛？如果它变很快，很快。那时候有，就是那个在美国测里面，那个真的很快。因为那个很快，你打它，你每次就要回血了，没办法。哇，这是，对啊。然后听说，我是听人家说好像会多一个特殊技，但是我不知道是谁，就是四代，你知道吗？啊啊！怎么变？拿标啦！下东角。所以拿标怎么拿？是啊，反向断脚啊，反向脚。哦，一直丢。有搞错，丢死他！可是没标了。你要不要几个标啊？可是指标危险。拿几个嘛？真的，他会偷损。我跟你讲，你先拿。他没有，我还想他会偷损这样。看到鼠标在碎银来，对，因为鼠标很慢。对啊，不管你鼓，除非你用最快鼓的话都来得及。好的好的，好一个。哎呦，一直在烧那个白血啊！好烫！修！炸弹来了！快点，炸弹，炸死他！快点！好，发。先吓吓他，没关系。吓到了！没有，吓到了！你看他，太屌了！都是踢过去，丢过去。还有一颗，还有一颗，再丢一个！哇，这个变这么快啊！很快就爆炸！哎，小心他 touch 你，他会 touch 你的脸。怎么办？阿弟不敢动。他会 touch 你。哇，终端！快先！哎呦！再一下！他会滑脸。阿弟，小妹掉！抓住我吧！别抓住我！小妹掉！哎！touch 也太远了吧！
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太急了啦！你是在把阿明追还是把阿明追？好了，我好像出错了。大门门徒可以几号办？24号晚上7点开始，那可能要提早先报名，报名报到这样。几号截止啊？23吗？其实已经差不多人满。啊，真的？哦，因为我第一届是预计是16名，啊，这一次呢？就是16了，就只有第一届。嘎逼完全，你现在然后就是会有可能会有好鬼等级重量级的路线，有可能。哦。但是如果他的话，就是那个路线的话，就是种子就对了。嗯。好，不错啊，到时候会到底啊，关注一下。那应该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吸烟是满的，吸烟是满的。嘎逼，突然来个人法。个人法，奥义。螺旋丸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呦，刚两个人都配合，台湾大高度哦，抽大了，台湾大高度哦，这人点清泉无敌，没有那巨人吓吓他，吓吓他，对，大哥，好了，最后一场了，我肚子好痛，应该又是尤里安了，干嘛你吃的那个就肚子痛了，真的肚子有点痛，哦，还是你要休息一下，给我打，对，你先打，先打，我帮你打，我真，我不是 B 站，我真的要上厕所，好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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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急啊，我真的，人有三级啊。好啦，不要被观众说我都没有打，好吧？虽然说我已经吃了，要赢啊！对，要赢啊！要赢是不是？要吐一串给回给那个卢比哈罗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由我做收尾啦。那我就改惩罚吧，不要改奖励啊！好，要伏地挺身了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真的，好来，伏地挺身就伏地挺身了。好我们是在，我不能写问号。我们是在塑造你未来主播的形象，真的哈。对对对，主播要上镜头，那个身材要够好。输一个灯就要做俯卧撑，如果连续两个灯都输的话，叶子坐在你身上做俯卧撑。哇，难度好高。哎，这样算惩罚吗？算惩罚吗？这样算惩罚吗？嗯，这样不算惩罚。仰卧起坐，我觉得这样算惩罚，我会被黑走。对对，这对我来说是惩罚。哎，我又不用写问号了吧？啊。你要选问号，不然不行啊！我选问号。好了，你选古代啊，下面那只。不然这样找啊，你除了古代其他都可以选。你选古代的下面那只，你自己选，除了古代其他都可以选。其他可以选，除了古代其他都可以。他会选龙吧？没关系，他会龙啊，没关系。完了，有力对决，有力。气死！啊，选龙就选龙。啊，他去上厕所没拿麦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记得把他麦关掉。大家要冲水，不要这样。我好像看过，好像看过一部电影，就是然后有冲水的声音。哦，对对，在里面暗杀。哎呦，会。这种背皮还用什么接？是的，那背皮太硬了啦，那乱飘。背皮真的太飘了，我已经被你震住了。他是 Maki， 你是用直径，你要靠背面前不好靠啊。不会啊，哇，这痛了。我觉得他不会掉帧。不会，我觉得你要看，把这个找到速度还我一个号。你看过那个影片吗？有，很慢。你说是没有分析。而且4466现在又太快了。不是有角刀吗？对啊。现在也没办法看了。好，那给来个角刀无敌嘛。好油哦。好油，偷吃串烧的架子。我们用手法不好用，其实还好，都一样，都一样，差不多了。键盘有什么有 OK？ 我会觉得是因为回正的问题，因为我那时候用机器的话，用手法比较好。机器没有，也有用摇杆，摇杆机器玩的好的。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习不习惯的问题而已。对，你看那个度用那个玩 Mi 卡是一样，用任何手法都可以，360跟 P 四好像都可以。没有啊，他玩的太奇怪，我觉得像 Ruby 就拿那个 PS1 的。你可是你玩的哦，拿手法。哇 ，Ruby 没掉灯哎，升龙吗？可以吧，这样子可以了吧？可以，这样可以了哦。龙哎，没掉灯。手法清晰一下行。我觉得有波动拳的角色还是比较习惯。哎，好啦，那今天。
节目就到这边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。今天特别谢谢我们大门来到现场，谢谢谢谢。那大家如果对大门想要支持一下的话，搜寻台湾略懂的格斗家大门，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大门的 FB 专页啦。那记得哦，因为办比赛真的是蛮辛苦的，我自己办这种线上赛，真的是当然也不要忘了支持一下我们阿 B 啊 ，Ulian 就是我本人。当然我们明年要继续帮阿 B 的比赛加油啦，加油啊！对啊，刚刚忘了问阿 B 了，明年是不是也有出国比赛机会？会的，会的，会嘛哈？当然了，一定会。期待你的表现了哈。好，那这一次就差不多哦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。虽然说我们那个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已经去解决他的内急了哈。没错。好，那这边特别感谢我们神送赞助播出，好，我们公馆快打赞助播出。啊 ，Kingston、Hyper X 两位干爹赞助播出，当然还要特别感谢崩蛙$100赞助播出，崩蛙咖啡$100赞助，我爱，好，我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礼拜五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拜欧炮信 ，Romancy， 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